Capcom 十多年前推出的大型街机游戏《地狱神龙合集》，现在终于要再度复活喽！而且啊，还受到许多死忠玩家们的爱护呢。现在啊，最新的职业影片也已经公布喽，赶快去看看吧！Capcom 推出的经典街机游戏《地狱神龙合集》，这个十几年前轰动一时的游戏，最新的职业影片已经在网络上公开喽。这次披露的是剑士这个职业，瞧他又帅又壮，还拿了一根好大的巨剑，真的是霸气四射。游戏画面开始喽，看这个华丽的战机，偷血的旋风斩，有点僵硬的踹人，果然游戏打击感十足，还可以鞭尸。游戏并支援线上四人合作，和好朋友们一起去打怪。等等，好眼熟的神龙斩，赵云教你的吗？算了，没关系，快和朋友们去征服世界吧。